要剪毛有毛我在那剪，没有毛我在那看我捅。啊啊！上午还下雨呢，下午就晴天了。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。今天是打鱼的日子，我们要打鱼去了。何大师呢？今天去上山，去采蘑菇，已经歇了好几天了。咱车要大，还得走。其实采蘑菇真的就是半个多月的事儿，但是我和当初俩体力还是不行，采回来一次以后感觉就是很累的。再者说那玩意儿采够吃了就行了。啊，再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够吃了就行。因为上山非常需要体力。是，沟里头的那个邻居吧，他们采了呢，人家体力也非常好，人家采完了人家可以卖钱的。不过他出俩真的也没有这个本事，也就是说采点够自己吃就可以了。由着性子来采，沟里还有人家有好多人从来也不上山采的吧？就是什么样的都有嘛。你看你那一说，这抬杠呢。这是收，刚才那个车我没拍好的话，那是收松塔的那个车。我们那个现在已经开始打塔了，就是那个松塔现在已经开始上市了。今年松塔上市的价格不是太高，哎呀，大家也都在说，今年搞不好就是这个塔也就不争抢了啊！啊，开心开心开心，行了！我一看他们开心，我都可开心了。现在山里面才那个。上山去采蘑菇的人可多了，昨天像连续好几天的晴天，昨天就是大家采蘑菇都好像是采到了，很少，就是小菇头都抠出来了。这是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的雨，今天上午也下了一会儿，不知道这会儿去能不能采得到蘑菇。反正就是说，采到就采，采不到就是，看风景，游山玩水了哈。采不到就是逛。往那边看看。啊。是，看。我们的家乡。你唱歌你就不让，你唱歌你就不让。今天大春让看，不让我看黄豆，看黄的，真的变成黄豆了。变冷快了，秋天。秋天。变一个样。就是在这个地方待着吧，就感觉这个季节在吹着你走，每天都不同。是，就是这样。路边都有停车的了哈，都有去采蘑菇的了。现在吧，采蘑菇跟以前不同了。像以前当地人就会跟我们说啊，山里的蘑菇可多可多的了，因为那个就是没有人上来采，基本上都是山，就是说沟里的这些人一左一右的。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交通工具比较发达了，是吧？汽车了，这三轮车了，还有摩托车了，哎呀，就是。什么车都可以上来了，这个交通也就方便了，所以采蘑菇的人自然就多了。就是包括县里，林口县都上我们这边来采蘑菇，就是这也很正常。所以现在就感觉蘑菇少了，大家都来采蘑菇。今天是周二吧？啊。周六周日那两天说是都车都排满，是吗？周六周天啊，他们说的啊，反正山上马上面也都是，山边也都是人，行，就踩着玩儿呗。大家有时候可能，我就当肯定还累爬山了呗。有时候还对，有时候还当成就是说娱乐了，就是说周末活动嘛哈，来爬山，完顺道踩点蘑菇，有呢就踩，没有呢就是玩乐啊，这也挺好。
看看这道边现在也是都停了这个车，也都是采蘑菇的。哇，又不好走喽，小泥巴道。道边捡蘑菇的车一堆。我们又进山区采蘑菇了。走吧。我现在不回，到山里走了。哎呀妈，这道。废话。不愿意上山。要穿过一片沼沼泽地。有点平地中上浪的感觉，上山都僵的感觉。你说我爬这几座山，你说我总结出一个经验，你知道大家都可能没总结出来的经验。嗯。爬山费鞋费袜子，哎呀妈呀，这袜子在里头拧去拧去拧去的，哎呀，回家把那袜子都拧滚包了呀。这爬山的可真是，这穿紧靴子，它这个不定脚丫子，这满哪拧，怎么拧又拧。这袜子结实还好，不结实几天就。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，领导？是，快走吧，跟上。跟上大部队哈。啊。小心，这块就是沼泽地，嗯，满沼泽地都是水呀，哗哗的，踩不好就容易陷进去。这个草墩子，哎呀，这踩草墩子上面，要不然就会陷进水，小心呐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这水是老那个老在场，嗯，都能喝的水，这是老清澈，这是山泉水。你干嘛上干活就喝这样水？嗯，那你不喝水，你干嘛？过去的话，那可不就趴下去就喝呀，这水。哎呦天啊，差点炫起。到处都是小溪流，这是什么蘑菇不知道。这不是真蘑菇吗？这边有吗？你脚底下这是不是吗？这个是不是吗？不是，不是。是，但是。走走走，上去，这个蘑菇不太好。好，在这块，不知道。哎呦，这是什么蘑菇？买吗？蘑菇太少不捡，这会儿也有，这有点大劲儿的，你教的。有啊，看，都有点大劲儿。小摩托是，说不定都捡完了是吧？在这儿啊，还是咱上那天那去看看去？这嘎子是木的，这儿是有一个，哎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嗯？有啊。我眼神不济。没看到。这倒是有一个，这小蘑菇不大好啊，
妈，那咱来干啥呀？那你捡蘑菇呗，来干啥？这不都是蘑菇？你在那造啥呢？你快捡呀！哎呀妈，就看到你那片是了。啊，你快过来，来。我不要，我也看这里也有。这都是蘑菇吗？这蘑菇就可以了，你还捡啥蘑菇？就这蘑菇就行啊。这蘑菇就可以了，捡啥呀？那，我操！哎呦我的天哪，剪开剪吗？你们都开始了。你在那照啥？俺们剪。你也开始了？那我开剪了啊！我不客气了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！我的天！是啊，你看，就是这个蘑菇现吃行，包饺子可以。哎呀，水分挺足。哎呀，看这都是什么？就这种的。这个可不是，这个蘑菇挺漂亮。看看收获，看我的最少，我的捡的，看我发财了，我们看，看看我们的。这捡蘑菇，就是这样一挪一蹭的，可累的。你听我那两段，你先别捡，让我给拍下来。哎，我不拍，你捡吧。这是姐妹仨，这是姐妹四个。这是姐妹一个，我们现在不是捡蘑菇，我们就是玩儿，就来玩儿。我上那头去，那蘑菇都让人家给踩了。山神眷恋我们，一靠我们来了，进山我们就开始。那边的蘑菇都让人家给踩了，我看那满地都是碎蘑菇嘛。是啊，那就都踩碎乎了。山神有满山遍野都是，你看，咱们点这么正。往那一瞅吧，你看这些不都是蘑菇吗？那不好的，你那都不要的，人家。哎呀，这小蘑菇头还不要，我这来放筐里。你看啊，这满山遍野都是蘑菇，但是捡这玩意得哈腰，要不你得蹲下，多累的哈。捡蘑菇是一个体力活儿，别看捡东西也不容易。问题是今天蘑菇这么湿，你捡回去的话晾不干，完了之后呢，你还吃不了，怎么办？往出扔吧，还白瞎。你那筐。啊，你那筐。筐在哪儿呢？差不多到点了吧，该回家了，不捡了，走。不捡，你筐在哪？我给你拿来，那儿呢？我给你个小筐，这玩意儿捡一小时就行了。捡这一小筐，走人。走吧，回家。两个小时了，走回家。屁打死！那在这捡蘑菇，他妈一这钥匙也没有。这不是你去见才是一点，完我。还要忙啊忙啊。那也是一个小时多了吧，连出来，这不捡不捡。待会儿看我再看待好的，再走。不捡，走去看看别的。走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这些吃不了了，辉，你包饺子这些吃不了。你看这些包饺子能吃了吗？那给他一点，你那些给李姐够了。你快捡，让他捡，他愿意他捡。但是我再说个事儿，但是现在我再说个事儿啊，就是咱必须得换地儿了，因为这个地儿我都捡过的，都是我捡过的。那边前面有人呢，就是你不去。
我听那边有人。走，回家。回家就回家。走，我也不愿意见。就是，出来玩。自从城里玩一圈就行了呢。走。进啊！你看，还没起身呢，大雷踩的，你看现在走。难道你那个大雷都不稀得要呢？我都不稀得要，我都不捡的，你捡。走，大的更好吃，我爱吃大的。走，回家。你看大雷的好。等会儿得倒鞋，倒鞋等一会儿。哼，咱们挺好，就是一小会儿就干这些。我呗，都捡出汗了。那不都是吗？你看看，我都没要。不捡，不捡，到点了，到点了，赶紧的，回家。受不了你这个，什么玩意儿，整这么点就走？就这么点就走？看哪块再看到一大片。哎，你要把那么走，肯定还有，不捡。我就进来的这一片，我就根本没画圈，我就在这。你要捡，你记得捡，俺俩走，俺俩回家，俺俩不管。走，回家，真回家。这捡一个小时的蘑菇了，还在这个累的要死。你拿走呗，我在这。那哪知道晚上了，我来接你。行。哈哈哈哈哈。挂圈，这都有大黑瞎子。没拿，给他放圈呗。啊。你再放一圈。没天那边在那的，哦，能下雨都能回家。一会儿来黑瞎子，再走吧。别捡了。我没捡够。你看，你们俩都那么贪婪，就我不贪。捡个瓶子回去卖一分钱。卖一分钱。哎，我的天！奶奶哥。他们都捡不着，你知道吗？他那边肯定没有这样厚，他们不知道。现在知道是这样蘑菇，什么都烂的，他们都得干的。快快快，我们撤退，你掩护。狼来了。撤退吧。这都是。这地下都是，我都看着了，我不捡。我捡哪儿了？不捡。我又捡了。你还捡，还捡。哎，这个蘑菇怎么样？好。留。这满地都是蘑菇，真是来气。你看这蘑菇，捡了吧。你不贪了吧？哎呀，这个太白了。白的好。看这大蘑菇多漂亮。这个是啊，看看啊，嗯，这是我们大自然馈赠过，这小蘑菇带劲，是吧？好热，这样的好，一脚都热，这么多，太白了，这个蘑菇不捡你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因为这蘑菇长得太好，我没法不捡。哎呦我的天，这蘑菇太好。你咋不捡？哎呦，那多少钱？你快捡去吧。我不捡，你捡。啊？你捡吧。你这这是有，我们这有，这是有的是。你看，我这还这不着忙吗？你要是不做啥的，我你捡。你发现呢？我就我捡着，捡着，这蘑菇还又大又白。哎呦我的天，这还有，这不让不让回家了？这蘑菇真是。这要回家，要回家，他就不让回家。看这大蘑菇，哎呀，我的天！妈呀，那咱那树底下那个好像都是，我又不上去了。你看脚底下，脚底下就有，脚底下，哎呀。小迪就是，看看吧，这实在是没办法。就是，我今天让你捡，再不捡，再不捡不行了啊！辉阳，在哪呢？走，回家，快，快，真过点了都。来一下，说好好的，就是一个小时，捡一个小时。没办法，实在是没办法。
啥事儿？啥宝贝？这会儿咱可挖了宝贝了，哥，看。这会儿给你整一个，让你看看，你看我发现啥了？穿龙骨。啊？穿龙骨。对，看看吧，哥呀。穿龙骨就这样，就这玩意儿啊？啊？我一看这样子，你先说。哟，这地方不太好，哇、哦！但这个肯定是大穿龙骨。这这么细，这是大穿龙骨啊！哟，妈，这根还真不太大，就那就不大，没多大。哎，看我抠出来根了，看。啊，看着了。你说他长的这地儿，这个土给多肥哈！哇，居然挺长的呀！还挺长的，他们得老长的。啊，点上这么个小细棍儿，小细秧，往底下这长，这么粗。这个玩意要是长一堆哈，嗯，要长大了，人有都刨一袋。是啊，行了，我也不要了，就是给它薅折得了。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薅折得了，我去！这玩意干啥用啊？啊？这玩意干啥用？这玩意儿活血。穿龙骨，弄一个穿龙骨。走啊走啊走啊！你别说，这块蘑菇还真挺多呢。还有啥好东西？你看这玩意儿，你照一下，这是换个洞啊！你说这能多宽吗？啊，这换洞，看换洞，看这宽的抠的，哇，挺深的呢。还新土呢，这里肯定有宽子。有宽呢，这是保宽保护洞，咱不动。嗯。放这里。放里头呢？那这儿放里头呗。你看呢？不要了，那个蘑菇都干啥了？你要它干啥了？不要动，走，回家。哇天哪！我就觉得好像我这一堆是最过瘾的一堆。啊，最过瘾的一堆，那也不见了。